这把宝哥本来打算往奶酪位天使杰瑞啊，没想到又打成救人为难，关键是还没带位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哎，现在依旧是四排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你们玩救人位有没有试过不带无位救人啊？啊，应该很少吧？这把就给宝哥遇到了，哎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啊，来先给视频点个赞，让我们回到游戏。我喊喊是吧？救人了吗？我休息吧，你救上休息吧了呀。没了，把把救累了呀。那我来呀。我来把尼宝吧，尼宝救人比较方便一点。啊，我把天使吧。红镜魔兵荣光，红镜魔兵还荣光。我那个啥，我不救人呐、啊，没带无畏啊，靠你了。我不行就直接复活了我。这个猫无所谓，我选择尼宝。挂断刃蹦也好，我都赚不到挂，挂段位太低了，所以说，哎。说这话多杀人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啊，这真的是啊，杀人的呀！说挂可以上分啊。上不去，这十分钟一把很难，很费劲的呀。刚才大熊要说的实话呀，我上不去呀、啊，你这别这样子呀，我相信你呀。哎，你别把前面的剪掉呀！我靠，你别这。哎，希望这把他不是同胞好吧？同胞就很难搞了。没带信心，有很大的可能。要准备一下呀，没带信心嘛？没带信心，前期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他是同胞了。没带信心啊！我隐身经不起折腾，好吧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还在追，有轮胎吗？没轮胎，有的，还搞了下可以，哎，还没追我，可以，很秀很秀，好吧，赚门秒飞可以的，客厅很危险啊，打个门，卡个门，关去，把门关上，就把门关上呀，完了呀，哎，我都不跟他出去嘛，因为害怕呀，来了呀，缠一个罐子啊，把这个罐子缠一下，来呀，那我客厅推了。哎！我靠，有猛打，有穷追猛打，肯定有啊。他喝盾，哎，没喝盾是吧？没喝盾，没盾。他跑哪里呀？他没甲，没盾，身上没道具。我没那个了，我没那个，你赶紧走。漂亮，快点！哎呦，走不掉也没办法了，这个我没无畏了，我只能救这一次。哎呀！哇，这里快，这里六，不该说话了。我的，你不来锁吗？我靠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来锁？这男人都是直接，真的尽力了，光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没无畏就两波了，你赶紧走啊！我也没办法，我好跑呀。我走了，我参与。这波应该是真的跑掉了，这波应该跑掉了。啊，我走了，跑掉了就稳了。没跑掉吧？我拿冰块冰你一下，你不就死了吗？那是没无畏，就两波尽力了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放铁猫，小心点！哎呀，这个锅炉，往这边多拉一点，往这边多拉一点。又被我冰了。那我去了，我。别，哎，起来了，可以。我什么一直要追到五干呀？我尼宝也是这么容易给追的吗？追李宝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空投都不拿了，他好针对。哎我，啊，不能搞，爱你，走一下要不就？哎，对，三刀那刀的，来了要搬一下，没了，我就吃了。哇，救命！我来了呀！我去！没位的，我可以！当时，那他知道抓谁了？无畏成为救人位了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顶不住，个别抓的。我买瓶隐身环给你，我买瓶隐身环，我没了，我没了。上面有叉子。完了，我来不及，我能守。漂亮，我的天！但是这个猫就死了呀，快！我就死了，这个猫就死了呀！打他一丝血光，他一丝。哇靠你了，快！他绑这里吧，他就一丝血。救命！都没有了，没位网了是吧？啊？不是，这个球还是他的。啊，就是没推了，我摸你了。哎呦！摸我，他死了。OK。走，去哪儿？这男人都不怕的。哎，我得去复活了，找不住，找不住。好吧，先等会儿再。
你把瓜干里面。我做核弹去了。哈哈，这个司机死的是无所谓好吧，只要给他满秒飞就行了。那你守吧，我没秒飞啊，这有四个冰块啊，那你守啊，这有下面有四个冰块，你守，那我去推了。他拍子用了一次，拍子用了一次。他把叉子拔了，他把叉子丢了。拍子用了一次，也不是秒飞，45秒，很高的。他拍子，他舔狗用过了，拍子没用，还有差一次。啊，抓不了，抓不了，我没抓到，有被动，抓不了我的。好恶心，你这玩意儿。哈哈，电死的。啊，受不了，死道具都买不了。我喝牛奶，喝牛奶，喝牛奶。牛奶能回血。啊，舔狗又没了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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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我再放个云，不要紧，等我放、啊、再放云。那是狗挂挂。我勾他一下也站不起来，这就站起来了。勾一下控他一下，太难受了，遭不住了。我、哦、靠！哎，这个他被定，被定了，被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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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被定，太被定，太被定了。我去砸墙了，不管你们。不着急。没带细心。对，没带细心的，有点危险的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！没拍到，赶紧，可能失误好吧？感觉是同胞的样子，感觉是同胞的样子吗？我砸不动。他上去了，上去了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他上，先上。啊，不是同胞，不是同胞。哎呦，他被电死去了。哎，这么有个蓝罐。老班长复制。你不可能说话。Nice。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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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还这个罐子是不是也漂亮，兄弟们 ？Nice。哈哈，与我们两个无关。哎呦，天使这把打出作用好吧？怎么可以？全部都没看到呀，这把。这把鸽子巨血啊，连救三个。服了，这部戏怎么这么耿直、诚实、又爱说实话，受不了了！哎，喜欢别忘记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